你不让我不让你啊，撞成一团。两线道上发生车祸，造成后方车辆大塞车，后方驾驶等到受不了，这才下车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现在什么情形？撞到了？打电话先叫警察。副驾女子探出头，委屈表示被对方擦撞。警方到场之前，谁也不敢动。眼尖民众更发现，这辆车似乎来头不小。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结果撞在一起。哦，这架兰博基尼哦。车祸就发生在新北市中和连城路，当时兰博基尼修理车行驶在内车道，但因为车道缩减，遭到银色轿车擦撞。虽然车内乘客都没事，但这一撞维修费恐怕相当可观。以原厂的施工标准去做施作的话，维修金额会落在200万元左右。这台兰博基尼 Urus 是世界最快跑旅之一，新车价逼近千万，车门一撞，原厂维修高达200万，就算给民间车厂维修，出估也要40-50万，等于对方要赔上整辆国产车。要是没有足够保险，荷包恐怕大失血。记者张正明、尤涛新北采访报道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、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， 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。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。